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穹铁道 2.0 版本的任务合集，支线银河之星360金表超，崩坏星穹铁道 2.0 匹诺康尼新增任务隐藏成就合集。好，那承接到我们主线最后一批啊，大家做完主线之后啊，会接到一连串的这个小任务，先来做这个银河之星啊，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前置，就是这个主线最后一个啊，做完之后呢就可以接到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点击一下追踪，然后呢大家一起打开地图，来到我们黄金时刻二层，来到我们最左边这个艾迪恩公园这个锚点。到了锚点之后呢，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左边西方向一直往前走，就能看到这个 NPC 了。好，对话完，朝着我们的小地图下方往前走。对话之后呢，来看回到刚刚这个 NPC 啊，我们走过来。好，你这边需要一个悲郁的齿轮啊，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往前走啊，这边一男一女，就是说钱不好赚啊。大家跟他对话之后呢，就可以拿到这个悲郁的齿轮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回来啊，给他补全就好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打开地图，来到白日梦酒店限时啊，这个一层最上方酒店大堂的锚点。好，到了锚点之后呢，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，我们往前走，和这边的工作人员对一下话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打开地图，还是回到我们黄金的时刻啊，最左边艾迪恩公园这个锚点。直接往前走，走过来之后发现这人已经不在了，只剩下一个高亮点。好，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走过来，就有个小孩跟他对一下话。对话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，往这个楼梯上面走上来就可以找到他了。好，这边对话，我们打开地图，再来到白日梦酒店限时啊，来到我们下方这个二层，然后贵宾休息厅的这个锚点。到了锚点之后呢，大家朝着我们的小地图下方往前走，前方上楼梯，上了楼梯之后呢右拐。好，我们左前方这个房间呢我可以进来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进来了，大家没做这个任务的话呢，这个房间啊是进不来的。来，我们笔直往前走，在这个入梦池前方有个高亮点，调查一下。好，然后呢和进来这个保洁员对一下话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一起打开地图，回到黄金的时刻啊，然后二层这边左下角甜蜜一偶这个锚点。到锚点之后呢，大家朝着我们的小地图下方往前走就好了。前方啊，到了拐角，我们直接右拐就可以找到这一个人了。进入他这个梦境之后呢，直接往前走，右拐，对完话笔直往前啊，然后左手边最后一扇门。好，然后呢看到小地图左上角，再把视角就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，桌上有高亮点，来调查一下。好，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，跑过来之后呢，按一下这个拍摄键，把他们两个人都框进这个画面中拍摄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上方走过来啊，桌子上这个照片啊给他换一下。好，然后呢小地图左边这个电视机啊给他关掉。好，然后呢离开这一处这个梦境中。笔直往前走，然后左拐啊，这一扇门。好，进来之后呢啊，我们的右前方触发对话之后呢，来，我们把这个假象啊都给它戳破啊，我们按 F 键对话就可以戳破了。好，戳破第三个局，然后第四个。好，四个戳破完，来看到小熊下方走过来。好，再往门外走，出了门之后还是一样的地方，往前走，最后一个门左拐进来。
进门之后呢，直接往前走。好，下了电梯之后呢，小地图右边走过来。好，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下角，往前走。好，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下角，接着往下走。好，这边对完话，来，我们先把视角转到背后啊，从这个楼梯走下来，再朝着这个任务指引方向走过来。好，那到这边这个银河之星啊就完成了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